好啦，阿黃毓民，你要快咯，因為其實我哋可以從一個比較正面嘅角度嚟睇呢個問題嘅，係咪？一陣間都係要投票噶啦。老實講，如果你內會否決咗，大會主席都係可以即係將個波交俾你，都係過唔到噶啦。不過今日我哋係冇預計喺呢度會討論嘅，再一次講，係咪？我哋係諗住直接交俾大主席，佢批又批，唔批就算嘅，係咪？咁結果今日喺度討論咧，就反而對件事咧，我覺得就有啲幫助咯，係咪？咁即係你話引蛇出洞又好，或者大家一齊表態又好，咁都唔係壞事嚟嘅。咁樣正面啲睇，其實都俾特首有個機會咧去解釋件事，係咪？即係都好嘛。例如而家人哋寫到咁，你除非你全部去否定呢個東方嘅報導，係咪？如果你冇辦法有證據否定東方報導嘅話，呢個係對特首嘅形象係有損害嘅。即係我哋要正面啲去睇呢個問題啊嘛。更何況大家而家香港人真係囉囉攣嘅，大佬。未來嗰啲特首又咁樣，而家特首仲有嗰幾個月又喺度，即係呢個係人嘅心，即係正常心理嚟噶嘛。如果你從一個正常，即係話正面呢個角度嚟睇個問題，咁咪有咩所謂啊？你咪答得清清楚楚咪搞掂咯，啱唔啱啊？你又挽回嗰個政府嘅形象係嘛？所以我覺得即係當然由即係而家大家討論又投票決定啦，我哋。都冇意見，因為我哋係冇預計喺呢度討論嘅。OK， 好，就而家要作決定啦，就是否支持阿陳偉業議員嗰、那個提出，喺呢個2月22日就根據呢個議事規則第24条第4款，喺當日嘅立法會會議席上咧，就係、是、就行政長官喺澳門出席一個春節聚會嘅關注一事，提出一項緊急嘅急切嘅口頭質詢。同意的記名投票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投票，投票鐘會響5分鐘。
好，各位同事，而家時間夠啦。咁我哋要表決嘅議題咧，就係是否支持陳偉業議員喺呢個2月22日提出呢一項嘅急切口頭質詢。請按鈕。走曬噶啦，嗬，即係 OK。咁就如果冇需要核實嘅咧，就係、核對嘅咧嘅表決咧，就而家係停止表決，顯示結果。是出席的26位，贊成的5位，反對的18位，棄權的2位，咁就建議不能獲通過。咁啊，陳偉業議員，你要再跟進咧，就要大主席嗰度先有得搞啦。咁就多謝各位出席今日嘅特別內務委員會會議。